ご覧の番組は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上州夢天堂会社に食い縫い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哦哦，这好冷哦！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展示教室，对吧？今天又是冷冷的一天，今天我们来细致来修理冷气，我们的破旧的2008冷气坏掉了。车主两三年前有去回原厂修理过了，可是到现在，冷气一样是挂掉了。现在这么冷，应该冷气好了啊。等一下再说好了啦，等一下先去里面再讲好了。所以我们来派来这边检查结果，看刚刚泰山有来过，他知道他在哪里坏掉了。主要是压缩机有异音的，他进场的时候，然后变成说我们等一下要拆下来看一下压缩机内部的状况，对，才知道说他里面受伤的程度。因为我们刚刚在回收的时候有发现，他在管路内的油已经都黑掉了，所以要整个拆掉。下来的话，用一些循环里面。现在要分解，对不对？要看里面哪里坏掉吗？对，因为它这个，因为你在收缸嘛，它刚好它没有加油模式。等一下我们分解后看比较清楚一点。抽不出来，对，主要就是它这里面的油已经黑掉了，这里面的冷冻油，正常来讲的话，它的油的颜色应该是差不多像这样，像这样这个对透明的，透明的，这个都已经受污染了，那它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有时候它这有可能就是第一个有可能漏粉膜。那第二个有可能就是散热片阻塞，所以那这样子这一整颗就是要换掉，对，因为它已经把那个气缸都咬住了，然后所以拿不下，对，这个就跟缩缸一样，对，就是缩缸，就是缩缸嘛，缩缸。那等一下的话，师傅他会把那个冷排那边先拆下来，那等一下会把管路抽清洗，所以等一下就是换一颗新的，换一颗新的，然后冷排换新的，然后管路要先做清洗，清洗干净之后要把它洗，整个管路内的这个受污染的油要先洗掉，洗完之后才能上车做测试这样。哦，是全新的，对，它是等售牌的。你那颗也是一样点瘦的。对对对。清洗剂是用这个东西。哦。我们基本上要把管路内的，像等一下洗出来，等一下到时候洗完之后，它里面视窗一定要是透明的，我们才可以再装回去。它现在里面进去都是干净的，那我们等一下要看打出来的，现在都出来了，里面都黑的，黑的，对，哇，好黑哦。有时候是淡一点。对，稍微淡一点。有时候再清洗一下。所以这个动作大概要洗几次？洗到干净。洗到干净为止。我这次蛮干净的。对。真的长起来了，它已经吹不出脏东西了。对。主要是要看中间这个点，看中间这个点，对，它没有脏污了，对，就代表防护。所以刚刚是在清洗管路，清洗管路，对，管路要清洗又完成了，那四通管的内部就会到那边，对啊，可以拆下来，我们都会拆下来要洗，对，拆下来洗这样，对，对，蛮好。所以这个就是在做确认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看
它这边脏不脏这样。对，青的颜色就会变这样透明。对，青的颜色。可是我要先不讲，我们去看一下，看哪里坏掉了。走走走，我旧的2008，以后会不会2000008？有可能、啊。一多年又来查，又再从这边开始贴整排。后来检查，结果压缩机缩干了，缩干了，压缩机缩干了，太冷了，缩干了。缩干之后啊，像那个冷排它也换掉了，应该是古的吧？这个是旧的，对啊，应该旧的，这個、应该是新的。重点不是换掉就好了，其实要清洗。缩起来怕什么？缩起来怎么有易晒啊？啥招来的很麻烦，这都要清洗过才可以装。万一你要没有清洗，少一个步骤，吹上去又那又堵住了，你都没电了。有啊，他刚刚洗过，这是一定的。对啊，你要去看那个压缩机，压缩机旧的在哪边？这个这边哦，所以你马力维修嘛，对不对？增加嘛，我在维修嘛，我在翻新。你光看。龙哦，那通常啊都是散热片那个塞住，散热片哦，一直高温的状态，一直磨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直磨，就是你知道摔很严重，所以鬼拢缩掉呀，不搞不要鬼的缩掉，那个跟它就引擎缩缸的意思一样的，整个都缩住了，对吧、啊？哇，是嘞，就安尼来转了，啊，缩缸可能就卡掉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快点车啦，帆布衣你买晒用嘞，总是会的啦。对啊，他准备要装起来了。我上次 就去林口修过了。哦，你的哦，他现在把它装起来了。装这个都是要慢慢的，不要去卡那些散热片，因为它其实蛮厉害回流，它就这样掉起来去抓呢。这个，对，其最起码是啊，装这都不要急，慢慢来。是吧？是吧？好了。好了。这样就好了，这样是固定的啦，不是好的，固定的啦。对。我主要热炒的选择，因为欧林在这里。是啥？上面叫欧林。欧林的是直接刚垫片的嘞，那装修应该他应该还会再用一下 Q 真空的打压力，看会不会漏。那前后边看，那散热片切开，来这是安怎？无有个人会问，那散热片为啥会换？啊，唔清清的吼，我提个七几个。有七几个啊？算你的嘛，切。好，我走，我去看。散热片为什么要换？那拄啊，那气塞，唔好带。对啊。那散热片内底有成分。内底有声咧，这一空一空的，拢做最空的，你看。对，你若无迄气塞，共同调咧内底，清下清下。嗯，伊擦掉了，擦掉，你安那洗嘛是掉的。嗯，对。这上面看到的，这嘛是弯车。嗯，对啊，门窗拢这些，他那你看，他就把压缩机固定在那边，弄上去，啊，这个再转，再测试的。虽然我不是做这个，可是感觉上就是那个高压地管来啊，浅，人家涨啊，不 OK， 啊，那个可能比较危险啦，啊，弄不好砰。好像在改造什么？对，做出来就是一个完美的东西。这里也是。对啊，专业啊。好，新的要上车了。对啊。气动锁完，他用自己的手再锁一次。他刚刚这个管线他都洗过了。对啊，这个就是欧林了，他两条嘞。你说这个吗？对啊，对啊，锁紧套住，他就油就不会过了。他那个欧林头很多 ，size 有超多的，他从最小的到最粗的，这样一个圈一个圈一直出来。哎，这个还要灌的？要啊，当然啊，你这么他那人就不来那个啥，要啊。在。你看他等一下锁上去，他没有马上要灌的、啊，他测一下才会灌。因为灌之前我记得要抽真空啊，那他会只长在那边来灌套装的，有些超奇葩，有些很、很奇葩，很奇怪的位置，好像一辈子都不会坏掉，不用维修了。那他都有对，对啊，他都对好，对啊。你看，那是锁好了挂一下，万一你拆了再锁回去，一定不会准的。一定不会准。其他平行的那一条，那好呀，哇，平行一条。测试的话，压力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就是装其他东西，就是等一下不能一直，假设它往下就是牢，就像它从轮胎有没有把它打满了啊？等一下再来看有没有漏气，啊，这样就可以，那就可以先装了。号码做记号，就是把那個。再锁回去原本的位置。
所以做的时候这个指针都不能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有，它刚多少就多少。假设你上去，假设现在打120好了啦，嗯，好，它隔了十分钟剩下110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要有个时间让它去跑，不是扬一下就哦没有，好走了。有些会慢慢的嘛，假设它以非常慢的速度，对，啊你假设台湾的没灌好了，哎呦漏了就不行了。等这段时间它会好。休息没有，稍微搞。以前我是这样上蜡，没有蜡涂上去，有没有？要等一下，去抽根烟再回来。对，因为第一也可以休息，第二等蜡干嘛。对啊，就这样抽根烟再回来，再把蜡下掉这样。蜡要等它干才能下掉。没有，主要是要抽烟的。其实你从这边插到那边已经多久了？你要一样从这边插回来，其实这时间够。可是师傅说啊，对啊，抽根烟上个厕所，等下再插掉。对对，是用休息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上保杆。你看我姐。F V 不是装盲，跑过去又这边，哦，跑到这边，结果他头到尾都没有梦。他说螺丝有缺了，啊，掉落，哇，老师又掉落呢，又出来，啪。全部都是螺丝，师傅多了一颗螺丝，多螺丝弄啥？可以拽三粒啊！我头给夹拽啦，我来夹拽。可以拽啪，那是对。你装一装啊，等一下弄一弄，冷媒换一换。讲的比较快啦，大概就是这样就好了。这个修理这个就跟类似像修理变速箱一样，所以这个要算弹缸吗？不是，轻吧，还要换吧？如果严重应该是不行修了吧？对啊，我们那一颗严重到拔不起来，就不能修了，死掉了。他总是要看啊，我就会放的呀，我就会放。像这个通常啊，像变速箱也是这样，修理好要签名，这样然后刻批，绝对要下名。万一我装了，装上去之后问题。拔下来看，哎，上岛，科比岛，泰山岛，上岛啊，那才知道。其实那个怎么讲，它的垫片啊，它要分正反面，你一个错面的放错了，有时候就不行，还蛮严苛的。变速箱就是变速箱了，它很多齿轮，你要跳过一管子，还短的，然后一直扁啊嘞，然后自排的，换过一次而已啦，可是没有修，看它拔下来，我恍然懵，我连装错了，不知道会怎样，装错就五速的变三速而已啊，都修好了，现在就是灌冷了。是几年的啊？2016，16已经换了两次了，也蛮厉害的哈。对啊，新车保护过了，哎呦啊，那保护内用的，用完之后就挂了，所以原厂还蛮奸诈的哈。刚是打什么？冷冻加冷冻。那我刚刚在测试的时候，我顺便看那个管道内刚刚在运作的状况。那我们回收一点油出来，那比如说我们在冲打第二次的时候，我们要再把刚刚的油再补回去。好，再补回去。对。然后它发动之后就 OK 了，就会等一段时间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因为我打第二次要等。好像都是这样啊，第二次都比较紧。上次我们要看系统正不正常。对啊，第一次换的时候我们还要回收出来看，看管路内的状态。所以我们要做第二次管路内的动作。哦，原来还有不能动，不能动。所以他都在造了一家。回收他说我跟你说你别污名，这个跟上次我们洗那个水差不多意思，把脏的弄出来，这样算干净，可是要看有没有什么杂质啊什么之类的。他现在数据都 OK， 他也不会跳来跳去。他稳定啊，他说对，刚会跑啊。你看第一次油都在压缩机里面，他慢慢打出去。完成，完成了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上州夢天堂会社に食い縫い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，车子处理好了，冷气处理好了，车太脏了，刚洗一下。我等下测试一下，你看我现在几度？你这样看起来几度？50度。那50度，快到20吧？那个看中间的。我看中间的。有没有？我刚手摸的，有没有？它真的会有？你看啊，嚯，有变高吗？变21度，21度可以吗？22。对啊，所以有用的。我们等一下一样测试一下我们的冷气的温度。这次就是换了压缩机，洗那个冷气的整个，不管高压低管都不是不是油管都清了，还要换冷排，冷排换掉。对，冷排换掉，因为好冷排不换掉，刚影片也有嘛，那洞都很小，小细洞，如果万一堵住了，换压缩机到时候又跑出来砸死，压缩机又卡住了，压缩机又坏掉了，得不偿失，所以一般都是一起都把它换掉，总共花了20000。
5000块哦，还有含工资啊。那之前修是出保啊，所以不用钱。对，之前因为公司如果是保固内的修理，它是一定是不用钱的啊。我刚刚讲的蛮奸诈，坏掉啊，你就过了，因为过保了你就要来修要钱的。嗯、通常这样换压缩机，一般来讲它还是有保固啦，一定有保固的，只是说时间的长跟短。你可以花，假设我要花3万，好、哦，是一年的保固，好、哦，假设啦，花2万，有可能是哦3个月或者是半年，其实那个有差。还有你换的压缩机的是整新品还是修理的，还是新品，对，价格都会不一样啊。对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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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次是换吊，因为我们旧的那个已经挂了。哎、欸，刚刚你看，有人开回来，还给我转到这边来。对啊，太冷了。好，这样转到最冷，风先开一段就好了。转到玻璃去了，转这里，对不对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我先快一点，我转二段好了。我先转到二段，开始降了哦。哎呦，哦，就挂了这样。已经下来喽，没有10度了，准备要降入10度以内了，降降很多呀，已经快到0度了，都没有5度了，到零度，我回家哎，回家就把它顶起，顶起，妈你那顶起啊，真的了，你看。对啊，快0度了、啊，有没有？哇塞，难怪刚刚开车的人要转到那个有热，这夏天就够冷。够冷了，对，开机那就关就不敢关。4度不是一般的那个外卖机的那个温度，有些4度5度就是出来的饮料是冰的。其实比较简单来讲，就是坏掉它也是第一去哈，它还是会像刚刚的先去它也要测高压低压都要先测一下。高压如果打太多，冷媒灌太多，其实它做动也不良，它还是要先漏。在测试，如果真的不行，就哎、欸，我压缩机你也气了，这台应该当初气了，应该有气，该不气都没尴尬，它应该都坏掉，整个锁死，应该是没有什么。对啊，它应该当初就是都不冷的吧？应该整个都卡死的啊。它会转而已，它变成一个陪你在那转而已，它完全对，完全没有做动了。后来就把它换掉了，也成功了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啊，那会员频道有空要订阅。你看这不是坏掉啊？你看我这样，哇、哦，有没有？上去了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不要再玩温度计了，反正升的比较快。我靠，去点点啊嘞，升，自己手动，升啊！不要再玩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对对对对，好，下班了，冷气关掉好了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上州夢天堂、会社にくいぬい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有两个女生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死掉了，就讨论嘛，你怎么死的？嗯，我被冻死的。哦，你被冻死的，那、啊、你怎么死的？我怀疑我老公家里藏个人，我回家就一直找，全部翻遍了，阳台哪里都找过了，就是找不到。嗯，后来气到心脏病发死掉了。冰箱里，我说你为什么要打开冰箱？啊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哦，不然我们两个应该都不会死。哦